Bring that ass back like a bo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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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om. Hello， 各位，这里是下饭音乐。最近德艺声播课堂因为一句谈谈在网上迅速走红，很多小伙伴也中了这句话的毒。只要是自己看上眼的，管你是什么，上来就盘他。吴亦凡，你好，我是李雪琴。我太激动了，我感觉我想盘你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万物皆可盘，管他是啥，想盘啥盘啥，看上了盘就对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有人参一定倒下了高层，还有人参一定倒下了巅峰，好神坛，好铜锣，好咸菜。而就在前段时间大火的好嗨哟，也没有逃过被盘的魔咒。继毛毛姐之后，只要是有人看上了这首歌，就一定会盘成自己喜欢的版本，比如朗诵版。好嗨哟，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高潮。好嗨哟，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潮。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，好震撼，好夺目，好炫彩！看，那个 DJ 在看我，他在看我。或者舞蹈版 ，3, 2, 1，好嗨哟！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潮，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。再或者乐器版，好嗨哦！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潮，好嗨哦！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潮，好嗨哦！听了这么多版本的好嗨哦，最后让我们来听一下热心网友为周杰伦打造的脑洞版吧。这里是下饭音乐，明天见，拜拜。感觉人生